现在我们示范如何把各台 PC 串成 cluster。我们选用虚拟机做示范，使用 VirtualBox 这个软体 Windows 版本。系统使用 Ubuntu 16.04 Server 版。开启 VirtualBox。使用新增设定虚拟机名称，使用类型 Linux， 版本 Ubuntu 64bit。选择完成系统的印象档 ，Ubuntu 16.04。执行开机动作，安装 Ubuntu。设定语言，
输入名称及设定密码。选择使用整颗硬碟。为了保持系统稳定，选择不自动更新。使用空白键选取 Open SSH Server， 否则无法从外部连入。登录前面所设定名称及密码。创立最高权限。
完成安装 Ubuntu。